最讨厌小孩的哪一个前任？我就怕突然间爆出我们的我们认识的大头条，比如对对对，阿染突然间有个答案，张立东。他有几个男生追你？五个。哇，情很好哎。妈妈看起来就很桃花的感觉，选强悍点，没有我呢，因为你太花了。请问小孩做过最叛逆的事情是什么？来，下来，请作答。啊，如果有答错的话呢，我们会有一只大猩猩，他会抱一个香蕉鸡，啊，感觉逃超了。对对，这个大猩猩很有型的。对，有。三、二，来来，先看，来来，支持他。支持跟阿染。不洗澡骗他。不洗澡。啊，女生要洗香香啊？为什么？就是我小时候觉得洗澡是一件很麻烦的事，然后我妈就会叫我回到家，因为去学校很脏，回到家一定要马上去洗澡。然后我就很不想，然后我就把地那个浴室的地板冲湿。哦。然后要骗她说洗过了。对。哦。这个蛮特别，这么不喜欢洗澡。好特别哦。其实那个很容易被撕破。哦。因为她那个头发也弄湿哈，那个吹风机吹出来那个味道极臭。哦。没洗嘛。对。这真的就。把我忍住，我就把他抓过来毒打一顿。毒打你，你又用衣架打。衣架子打。哦，你用衣架。对，衣架就舔了。妈妈不要怪他，我跟子慈一样啊，我们都是有客人来才会洗。喂，没有，你是有客人来床才会打。对。那是一套的，床打开那也要洗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穿耳洞。哎呦，厉害厉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什么女生穿耳洞会破相，男生啦，但他自己有，然后他说我不可以穿耳洞，没有，以前我以前要妈妈就讲说女生穿耳洞是早干，就是奴婢的命，那因为我以前穿的被我妈 K 了，所以我也希望她也不要穿耳洞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小严这一组。不跟他说话是刺青，刺青，来，哎，来来处理，你不跟爸爸说话三个月。高中的时候，那时候好像因为女朋友的关系，还有学业的关系，就是那时候他希望我好像读二类、二三类那样，然后那时候我就选择比较艺术方面的，是，所以那时候就有点争执。每次回到家，我就是直接进房间都没有跟他讲话，然后三个月，哇，很久哎，耍太了，干嘛耍太啦？对啦，耍太。其实爸爸最在乎你刺青，这个是刺我的一个乐器，然后它是 machine， 然后对，然后一个蝴蝶跟。哦哦，哇，这个很久以前，这个真的真的要生气了，真的要生气了，很大块哎！当初看到的时候，你吃个计算机在上面干什么？他是开超市哦，他是 machine NPC 啊 ，calculate， 他是赌机啊，对的，爸爸会在意，有那个对，有那个女生至上哦，哎，怎么样？是男朋友的名字在身上，对啊，我就分手了一个。二话不说，你可以有的名字，你可以有过去，你不能把过去留在现在的我。哦，你去刺前你怎么前男友的刺青在身上？那我算什么嘞？直接就分手。那如果他说好，那我也刺吴宗宪，化掉，然后写 Jackie Wu Local King， 化掉这样。Jackie 登陆月球的第一人叫阿姆斯壮，第二个人叫什么？阿姆斯壮的朋友。对啊，我就不是人家的表弟了嘛。是啊，对啊，所以那不可能的。孩子们不要傻了，十个刺青有十个后悔。哎，不会，其实不一定，其实这个真的啦，要想清楚了，没有不好啊。你刺在哪里？这里啊，哎，刺小王子啊，很小啦，我是刺很细的。你那个像吃饭卡到脏东西，有点没有那么明显，没有明显，对啊，对，小小的啦。好，来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处理。来，注意喽。最讨厌小孩的哪一个前任？哇哇哇！不可能，这个太这好吗？哎。可以讲吗？哎，这个太走心了吧！哇，不是，因为像子慈这一对，我就怕突然间爆出我们的我们认识的大头条，比如对对对，阿染突然间有个答案，张立东，东东，来先看看子慈的第二任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第二任我会劈腿。第二任劈腿哦，那个二陈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姓陈，哦，劈腿啊，对，劈腿，劈腿，
啊，你怎么会一直原谅呢？你一直原谅。其实我是不知道，我是被瞒在鼓底，我是到分手之后才知道他劈腿过很多次，然后我才跟他讲。才抓到的，对，然后他就觉得我怎么会笨到就是在一起被劈了这么多次都不晓得，然后我就逼他们分手。对哦，介入了，不是啊，那个介入啊，那个时候是在吵着要分手的时候，其实他都不知道被劈腿啊，他不知道，可是后来他朋友有跟他讲，都有在外面看到，哇，对，眼线的啦，哦。哇，然后你有告诉妈妈？对，我有告诉。那分不开的原因是怎么样？因为我舍不得，我那时候舍不得，不甘心。就是太很年轻的时候，然后就是还很恋爱脑，然后就觉得很舍不得这样。对，他有什么好舍不得？有星星拿的那么大吗？对啊，那个香蕉七是我的生日礼物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个太大，哎呀，好可爱。那别看急，别看急。我讲，不好，再大都会软化。心，他说心，体力再好，对不对？真唯有真爱可以一辈子嘛，对不对？来来，思佳，看看你笑到很开心，都讨厌哦，喜欢的啦。合理合理，我觉得他每次一谈恋爱就恋爱脑，恋爱脑，就跟白痴一样啊！男生说什么他都相信啊，不然呢？结果也有的还是习惯性劈腿啊，他也不知道，我一讲他就说我在。我就说他唱衰我，他每次他就这样啊，这个不行。然后我说你又不认识人家，你也没跟他讲过话。他说我是你妈妈。思佳就外貌协会啊，那小子都挑帅的，对呀，你去挑一些丑的，搞不好也就很一辈子。你帅气那个结婚了，有了啦。不是啊，啊丑的会劈腿，帅的会劈腿，那就选帅的，帅对啊，不是比较划算。我让跟子子快问快答90秒。我的三围多少？3425，34。哎，英文字吗？英文字，34D。好 ，OK。说出张立东的三个缺点。那个牙龈炎，然后他爱跟女生聊天，然后有时候不好笑。哦，牙龈炎。牙龈炎，你问。说出我三个刺青的地方。后颈、手背、胸下。哦，胸下也有哦。可以帮我？胸下问童子。可以帮我出买房子的头期款吗？不会。哇哦。哦。对自己身材哪个地方最满意？哎，脚趾。啊？说出我养的猫的名字。抱抱、灰灰、茶某、妹子。最喜欢的三个球员。哦，来三。简浩、松蔚、李德威。哦，真的有哎！现在有几个男生追你？5个。哦，真假啦？前团员陈一、小凡，谁的坏习惯最多？劝呢？前团员陈一、小凡，陈一，演艺圈三个值得交往的男生。三。刘德华、金城武、陈汉典。哎，等一下。最小的男生30岁。哇！如果我再生一个小孩，要叫什么名字？不要吧！叫不要吧！不要吧！最讨厌我跟哪个艺人出去？张立东。张立东。好，时间到，答对几题？我的蛮多的哦。哎，这一组很精彩，很多资讯。12题呀！哎呦，哇，太多资讯了。哎，妈妈。还有30岁的男生在追，而且5个人在追，最小5个哦，行情很好嘞。妈妈看起来就很桃花的感觉，对，春风满面，春风满面呐，真的，他真的又呼秋行，好像开朗啊。有没有熟意的？有没有？还没有，太年轻了。好，每一个都是玩玩啊，不，认识中，每一个都是交往认识朋友了。哦，啊，会担心子侄吗？因为艺能界有没有办法遇到好男人呐？对，有点担心。艺能界都很花。对，那你刚刚讲那个快问快答是真的吗？还是情急之下？是真的啦。对 ，OK。对，陈汉典，你值得交往。哎呦，啊，你为什么选陈汉典而没有我呢？因为你太花了。完全没变，他就是那个样子。对，好了，一就是，没哎。
喝酒了。阿然啊，阿然啊，我讲你不要被媒体污蔑了。你问他们两个，对，艺能界里面最不花的，大概我应该排前三。因为媒体写的哈，其实都不是真的。对，对，真的，因为真的媒体都没写。对，因为我们知道的太多了。好，中午有把柄，不有把柄，别聊，不要，提不动，我不动，不要。